甲义市日前有一名男子到山顶爬山，无小心被蜂叮到，伊赶紧落山，无想到人才到市区了后，竟然是来出现着逃亡的情形。附近的店家发现，赶紧帮伊来通报消防局。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了后，紧急将伊送到病院来做进一步的治疗。嘉义市救灾救护指挥科日前接到报案，表示有民众昏倒，马上派蓝潭分队救护车前往救援。救护人员赶到，发现30岁男子倒伫店家门口，头晕，身躯红疹。经过调查，王姓男子到山顶饲蜂，伊无穿装备，一挖蜂箱就被攻击，伊忍不住痛，赶紧骑车落山，骑到市区就停车坐伫涂骹，请店家协助。离出去的亚男认出这名男子是大学校长，并不断安大伊。在经过救护人员急救之后，送到嘉义德高病院。嘉义市消防局表示，天气慢慢变热，是昆虫动物活动的季节。民众到郊外接触到动物昆虫，一定要做好自身保护。如果无小心被叮咬，马上卡119，才袂耽误急救黄金时间。新闻调频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